勇闯天涯 Super X 街头争霸战现在开启。哎呀呀呀呀！加油加油！抢个毛巾回来。别别别，别记仇，别记仇，千万不要记仇，我们还可以抢个毛巾回来。刚才敢拿我的毛巾？没，你已经答应了吗？公平竞争是吧？对，我觉得那个，尤其是吴建豪那边，比我们多出俩毛巾，我去抢好不好？你比我多两条毛巾，要不要赠送一条？送你一条。出来 battle！ 你要这样，哎，如果我觉得好的，我给拉到这给你 battle 怎么样？你觉得好的拉过来这边给我 battle。对啊。不可以，我们还有80多口的人呢。battle 你两个人行不行？你一个人 battle 我两个人。对，完了你给一条毛巾，如果他要给条毛巾。哦，这么大就直接来啊？直接来啊！怎么样？都是坑，别掉。I like you， 就喜欢你这样。给我两个要 battle 的人，一个字，干。干，我就干，韩庚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吧。One。抢了一条毛巾，我战士，你刚才拿走我一条，我现在两条都要拿回来。不一定啊，真的不一定。不一定也要得一定啊，是吗？我反正我觉得海选嘛，咱们目的是什么？找到好的一个选手。没错，没错。所以呢，咱们这样吧，怎样？你又想怎样？你现在又想怎样？要我们一起选？一起选？对，这毛巾咱们是公共一起选，怎么样？哦，不要。我觉得我这边还有很多屋子，我需要先负责任一下。对，我们要打成一个战线，你知道吗？因为后面真的太艰难了。Yeah. 我们要打成一个战线。啊。嗯，我很真诚的。好了，有请著名赛事主持人廖博。Hello， 好久不见。那首先进行是我们的 two on two 的 routine， 每位队长在各自赛道已经晋级的选手中选出两位，进行三轮的 two on two routine， 同时队长至少参与其中一轮 routine， 这是我们上半场的规则。好的，那么三位评委已经就位了，那么两位队长请从你们晋级的选手当中选出两位，进行我们今天的 two on two 的 routine。 你先选。从刚才的海选来看，我建议你选其中那个刚才那个女生叫 Abby， 去找一个和她熟的，那么 Urban Dance 会激动得很快，而且好险有高博他过来，然后他算蛮了解在场的所有的舞者，然后就跟我提了一些建议。Abby， 有没有和你熟的搭档？没有和你熟的搭档。没有。一会儿要听音乐不一定是 locking 啊，或者是等等，因为我觉得有点不一样的东西。你们两个 popping 吗？不知道啊。走开吧，你在干嘛？没有，我帮你出点主意啊。给你们点提示啊。Locking， 我们还没有选。是吧？哎，你自己看嘛。哎呀，好难。倒计时最后30秒。谁最一起可以合起来跳的？你们两个可以吗 ？I can do with you together if you want to. Yeah. OK。想想啊，你跟纯阳打过吗 ？OK 吗？试一下哈，纯阳和丁丁，好吧。因为表演音乐可以有几分钟的一些编排，那这样的话会对编舞 urban 来说是比较有优势。好，那我们上半场的 two on two routine， 两位队长请说出你们的选择。我的队友都出来吧，来。Abby and PP，
哎，行了，知道了，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啊。好，接下来请我们的韩庚队长说出你的选择。这样，选个炸的，好不好？好，来，重阳，丁丁。那Go Down Go Battle， 我先来决定一下我们的出场顺序，转瓶子开始。好的，那么由我们的韩庚队长先出。那么第一轮的音乐 DJ， 5分钟的时间，来来来来，走，5分钟，来来走走，没问题，我们的强项。我的意见啊，我的意见，前面呢是我们一块儿来跳嘛，前面我们一块来跳，大概有2万8，后面呢，我觉得可以好玩一点，跟大家一起能互动起来，我觉得是最好的。其实我很注重一些团体的精神，那。趁这个机会呢，我觉得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去完成一个作品，甚至说大家把这个凝聚力给展现出来，让大家来一起去预热一下，去展现一下，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I'm gonna have to do this in the middle so I can spin. I can't spin on this, so I'll be right center area where there's a sticky thing. Okay, okay. 我觉得这个歌反正也不正经，对吧？他们也不正经歌，我觉得可以弄得。有意思，搞笑一点，有意思点，完了让气氛轰炸一点，然后我就直接叭叭叭叭叭叭，我就走掉了，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就 walk in, no problem. Let's go. We got this. Let's do this. 到点了，到点了，哎，那边街道到点了。It's time to battle. 开始之前呢，两位队长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对方说的吗？祝你好运。哎，你这个鞋子在哪儿买的呀？放松放松，没关系，毛巾在我们这儿。好，两位队长已经准备完毕，我想问一下现场所有选手，你们准备好要看这一场 Two on Two 的 Routine 了吗？DJ Drop the Beat。You're chilling in the rain. You're some kind of butterfly. Baby, you give me midnight. You whip up my appetite. Don't leave me alone.是吧？酷哎！好的，这是我们的第一轮，那谁将获得我们的第一分呢？让我们来看裁判 judges three。
Two, one, take! So, 我们的韩庚队长获得我们的第一分。哎，好，玩的好疯。没事，没事，没事，没事。那轮我还不知道我们可以加盟，你知道，所以我们只有三个人出去嘛，三个人出去就回来了，那肯定那个气势就变少了嘛。